准时收看了吗 ？Hello， 我今天在入此，我今天要做一个大挑战。各位，如果你进来了，麻烦陪陪我，我很怕等一下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。拜托大家进来的先帮我们分享，然后 tag 两位好友。我们今天有送东西，我们今天只要有分享的话，有超过30个人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抽造型钥匙圈，对不 对？造型钥匙圈，然后我们最多就抽3个，要达到30个人分享以上才可以抽哦。然后以此类推，30人1个，然后60人2个，这样子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会有一个任务，我要先讲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我先讲啊，先跟大家讲啊，我们等一下任务就是呢，我现在身上穿了一件入职的洋装。非常好看，然后这个洋装呢是有搭配一个男生的情侣装，还有一个配对的。然后我等一下呢要去1楼这边去找一个男生，然后愿意穿上这一件衣服，然后跟我拍照，然后给大家截图。今天的截图优惠就是你只要有截到我成功跟一个男生拍照，我们就来贵位消费就送小模仿，就是。之前应该如果有抽到的话，应该有拿到。哎、欸，这个超好吃的、欸，这个超赞的哦。这个等一下，如果说你们有截图拿我回来消费的话，我们就会送这个，而且是不限金额消费哦，没有要门槛的。但是我真的要完成任务，所以大家可以陪陪我吗？可以陪陪我完成这个任务吗？而且我们是随机，我没有 say 哦，我没有 say 任何一个人。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柜上的活动好了。我们柜上活动现在是，假如说你有振兴券，大家有振兴券了吗？振兴券拿到之后呢，一定还在找优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入池这边的优惠就是，他用500块的振兴券可以折抵600块的商品，等于500变成600使用。那还有一个很好的点，就是入池为了振兴经济也做了一个这个活动，就是只要你有出去玩，你有住宿，你有去展览，你有去游乐园，或者是任何国家风景区，凭着那个票根或者是订房的记录，只要有证明就可以了，拿过来这边入池单笔消费都可以折200块，折200块哦，包含我们楼上不是有芙蓉吗？芙蓉的也可以哦。然后我们最近的展览游乐园应该就那个吧，插帕吧。对，某水族馆，就是水族馆，然后那个也可以，就只要你有去，你在附近，你过来入池这边买就可以折200块。好的，那我们优惠讲完了，各位11个人拜托等我，我真的很需要陪伴。哦，15个，我需要陪伴。各位，我现在呢，我穿上。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耶，好，现在穿着我的那个洋装，然后我要去找一个男生跟我一起搭配，然后他要愿意穿上我这一件衣服，然后给大家截图啊，他走远了，还有吗？然后看起来就是比较可以上镜的，就是可以好好跟大家聊天的，来看看，而且他还要愿意入镜，哎，怎么这样？怎么都没有男生了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出难题给自己搞。这个希望拿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哎、欸，直播嘛，就给大家最真实的画面啊！我看一下。好了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感觉在那个逛街。帅哥，帅哥。帅哥，帅哥，那个我们在直播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完成任务吗？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被拒绝了。我被拒绝了。他说不好意思，不用。他太害羞了，怎么办？我再来找。可以找弟弟吗？还是大家真的太害羞了？怎么办呢？而且我限定整在1楼，哎、欸，我在干嘛、啊？还昨天半夜丢出来的企划。哎、欸，我半夜2点多想到的企划、欸，我以为很容易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了。我看一下，怎么办？大家都女生。你也可以来个闺蜜装啊。闺蜜装吗？哎、欸，其实这个穿上去女生也蛮好看的。我现在人数聊到18人。哎呦，大家陪我一下，好难哦。我现在的任务就是，我现在已经穿上入池的洋装，然后我要拿着男生的衣服，
去找一个男生，然后跟我一起穿，然后穿上之后要跟大家截图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帅哥，不好意思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们在，哦，你等下上班了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啊，好难哦。你有好难哦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怎么一直被发好人卡啊？帅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在直播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完成任务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拜托拜托。哎，可以啊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就是我现在穿上Roots的洋装，然后我拿了一个男生的，就是跟我一样的情侣装，然后你帮我套上去，然后让粉丝截图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套上去了。你人真好，我刚已经被打枪两次。好好好好，我们可以边穿没关系。耶、yeah, ，我找到了。好，好好好，然后我可以一起拍吗？可以啊，你们两个自拍吧。你帮我们拍，可以吗？好，大家截图，大家截图，然后截图的话，我们就有优惠哦。一二三，好，再一张。一二三，谢谢。哎，你今天是来逛街的吗？没有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女朋友，那你明天打算怎么过？上班。上班啊、哦，辛苦辛苦，没关系，我们上班加油，赚更多钱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你啊，脱下来就可以了，辛苦你了。你今天是休假吗？还是不能露脸，中场休息是吗？对，好，中场休息，好好好休息，谢谢你的配合，感谢啊！记得回去看直播里面的那个内容哦，谢谢，拜拜，我完成了，我好感动哦。可是你没有顺便，怎么了？可以叫他先买一件啊。啊，完了，怎么办？好啊，那我叫他回去我会找到他。假如说跟他对他喊话一下，好，这精神喊话就是呢，好，我先讲一下这个价格好了，其实这个很便宜，这个我身上的这一件啊，大家女生喜欢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买，这是这一件身上的2080而已，对Roots来说其实是很便宜很划算，而且你现在用真心券的话还可以折抵，然后用那个展览的票啊再折抵200块，那男生的话就是一件是1680而已，有没有心动？有没有心动？哎，一起买，知道多少钱？哈？考考你，一起买。一起买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我有计算机。1680加2080，两件3760。如果你用振兴券的话，先减200，哎，减多少？两张嘛，用两，假如说用两张好了，减1200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假如说你们两个刚好有出去玩，再减200块。哎呦我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说多少？1680加2080减1200，减200。哎，减1400啊。2360买两件，一套情侣装2360，各位是不是非常划算？而且是在Roots买到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一件真的非常舒服，女生应该会很喜欢。像我自己就还蛮喜欢这种类型的，而且它是有修身的，它有个很特色的地方。其实我刚应该问他，他应该不知道。应该也害羞啊。你知道我身上这个经纬度是哪里吗？对，难，超难。这应该是加拿大他们国家吧？对，接近加拿大的一个景点叫做烟湖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就是一个烟湖的经纬度。当然，在台湾买也有台湾的经纬度啊，在这边。在我身上啊，男生的也有了。这边26，这怎么念啊？26.4哦，还是26.4？好，我不会念啊，反正就是这个，这个是Roots在台湾总公司的经纬度。嗯，很厉害吧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最近很多品牌都很喜欢把经纬度放在衣服上面，就是有一个
象征，有个对，有个象征性。然后露慈这边也跟上，这是新款，这个是旅行日记的新款，就是他们为了纪念一些景点。那假如说你不喜欢这么素，你想要就是比较花一点、比较鲜艳一点的，我们露慈还有另外一个情侣套装，而且是亲子套装，就是爸爸妈妈、小孩、女儿、儿子都有，就是这一套。这一套是，这套是我们台湾国庆日的款式，就是上面是有台湾的，然后呢，上面还有一只这个蓝色的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的可以帮我们留言回答哦。知道是什么吗？哎，各位怎么好像都没有 tag 好友啊？哎，各位你要 tag 好友哦，我们刚刚上面有写要 tag 两位好友，然后有分享，我们才有抽奖哦，才有抽那个钥匙圈啊。如果大家没有分享的话，我们就没有钥匙圈哦。那刚刚如果有截图到的话，只要来柜消费，我们都有送东西，所以已经错过了，不好意思。如果你刚有截图上的，就很恭喜你啊。现在这一件呢，就是这一套，这一整套是我们台湾国庆日的款式，上面这只蓝色的是蓝雀，台湾的，就是台湾保育类动物蓝雀，就是比较象征台湾的一个鸟类，然后上面是有台湾的。所以说如果你喜欢露慈的衣服，然后最近想要买情侣装或者是亲子装，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两种款式，这两款式是还蛮新的，然后也蛮优惠的。因为我像我身上这件也都没有很贵，我可以偷看一下它这件是多少钱啊。这件也是洋装耶，这件在这边。哦，我刚为了那个男生跑起来，你有看到吗？跑起来这件，哎，这个更便宜，这个才1580而已，这一件是1580，所以非常的划算，有没有？我觉得露慈最近的衣服真的还蛮便宜的，而且是可以买的哦。而且你如果说，我再讲一次你他们的优惠，如果说你有振兴券的话，500块就可以折抵600块的商品。那如果说你有去住宿，就是最近都有出去玩的话，有住宿、有去展览、有去游乐园或国家风景区，只要有证明，单笔就可以折200块。我刚好问过他们，其实楼上芙蓉有很多下来折抵的耶，这是真的有耶。所以各位那个期限啊，只有到8月31号而已，8月31号之前要赶快拿着那个凭证过来兑换，因为超过的话就没有机会了。其实我自己也很想要拿，可是我没有。怎么办啊？我这一个月就没有出去啊。那你就看一下，赶快休假，赶快去看一下什么展览。对，就是去个展览，而且有些展览是不用钱的，去拿个票。然后，哎，怎么教大家这种坏坏的 paper？ 等下褥子打我。而且应该很多人手上还有证件券还没有花的才对。哎，其实还有很多人还没有领呢，因为我有问到有些朋友，他们是真的还没有领的。让他们赶快去领，然后找到优惠之后就赶快买。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像我们馆内有很多针对振兴券的优惠品牌，他们自己都有出，那各位就要好好的把握。那我们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？有，像刚刚有提到，我们不是有馆内我们自己有做单笔振兴券一千，单笔一千要加赠多少点哦？500点，五百点，五百点哦！等于说你来买衣服，我们还有再加赠你点数，就是上面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它。就是8月31号之前，只要你是 iMo 的会员，记得要变成 iMo 的会员才有 iMo 的会员。然后你用振兴三倍券，有消费用1000块的话，我们会加赠500点。哎，500点是要等于多少钱才可以买啊？才可以有啊？我们1点是100块、啊，1点100块，然后500×100，这样就是50000。哇，哎，50000块才可以得到的点数，我们只要用振兴券就可以拿得到，哎，其实很划算哎，而且500点这样可以折30×5，150，哎，150很多哎。而且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会员的点数好礼，真的放大活动等着啊。真的，因为我们档期内都有很多优惠，包含其实像如果说你没有拿到纸本的话，你绑第三方支付也有很多回馈。
对，例如大家都很想要绑什么台湾Pay哦，台湾Pay回馈很，接口支付嘛，来Pay嘛，这些都有回馈，在我们馆内有另外的回馈哦。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还没有用振兴券的话，赶快振兴经济好吗？对，台湾经济就靠你们了。我真的是要告诉大家，好好买，那政府给你的你就好好买。当然如果说你有动资券的话，你很幸运拿到动资券，我们馆内有很多可以买的、啊、例如什么爱迪达，然后楼下的 BTU， 哎，刚好开学嘛，小朋友要买包包，你也可以用你的动资券帮小朋友买包包。还有建筑乐园，建筑乐园可以用哦，建筑乐园是小朋友进去门票，你可以用动资券去结账。所以其实很多品牌它都有参加，那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没用的话，今天有看到就赶快来，那我们对，赶快分享出去，我都没有看到有人 tag 好友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是大家现在上班还不方便？是吗？不方便打字哦，不方便打字是吗？太凶。那我们之后是不是就用个分享就好了？好，分享好，不然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 tag 好友的话，要、啊、不然留个言嘛。就是留个什么谭涵老师好美之类的，自己说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入职的优惠啊，其实要赶快跟大家讲，因为明天就是情人节，明天就是情人节了。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，那你就赶快来买这个情侣套装，我觉得还蛮适合，而且其实不止情人节可以穿情侣装，你平常也可以穿啊。那如果说好，你真的没有情人的话，那就闺蜜装，对不对？闺蜜装也可以啊，兄弟装有没有？兄弟，我们一起当台湾那个爱台湾的入职爱好者，对。那上面就有台湾，有没有？爱台湾，出去。对，上面也很好看。如果说你没有情侣的话，就买个闺蜜装或兄弟装，又不会很贵，对不对？先买起来放也没关系啊。对，要先买起来放。而且假如说你们今天啊真的有买的话，是真的还蛮划算，8月31号之前都有这些优惠，要好好的把握哦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今天其实我觉得我还算蛮快就完成任务的耶。真的啊，对吧？虽然被打第三个就对被打枪了两次，一个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用。然后一个是要上班了，然后第三个我就成功了。其实我觉得还 OK 啦，这个企划还蛮不错的吧。各位有参与到的话，不知道你的心情如何？下次要预告一下，好，下次早一点预告啊！如果你们想要来跟我合照的话，赶快冲过来。有这样吗？好，是不是没有人要来啊？好啦，如果今天我们的录制的企划你喜欢的话，也可以留言给我，下一次我们就多多做这些企划。 OK， 互动式的，对，互动式的，有没有跟观众互动的，甚至来玩小游戏都可以的。 对， 對，真的，我们也可以来玩个小游戏，如果你想要玩什么可以跟我讲。好，那我们录制的直播算是蛮顺利的，那我们就顺利的结束它。我身上这件蛮好看的吧？好，直接结账了，不用播啦。欸，其实我真的还蛮想结账的、欸。走，真的真的。店员慢慢结账哦。好啦，就先不要拖大家时间嘛，我等一下再结嘛。我先让我先想一下，毕竟我还是有可以有人送给我的嘛。听到了。好啦，那我们的入职的直播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陪我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